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国庆节这一期吧，国战娱乐，对吧？当然素材的话不是特别多，那么开局前的话，先祝大家国庆节快乐，然后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啊，双节，哈，啪啪啪，哈。那么没有别的吧，素材倒不是特别多，然后的话勉强凑了一下，然后其他待会儿画个封面啊，就聊表一下啊，祝大家这个国庆快乐。其他啊，这大家的要求我也不能满足，对吧？女装嘛，这个啊，等我长成年再说啊。好，那么废话不多说了，就看一下今天素材，由冰夜520181、新年晨晨、伟大航少、朝骚冲、朝松超，这个怎么弄？朝松冲啊，双流 SDU 魏110嘛，月城西楼尾的，这还有 AKJ 什么什么啊，这个一串字母啊，又被看穿了嘛啊，就能素材，这里表示十分的感谢啊。好，那么第一局的话，我们这里还是一个先看一局啊，今天的话，我们先把魏将开局啊，对吧？先看火力种田王，那么这个时候我想待会儿就画个农民哈，画个农民啊。好，那么起手的话，一号位啊，驱虎吞狼之机啊，下次注意点。上来的话，主视角其实刚才这边，这个我没，刚才有没有暴露屯田的毒条啊？当然，场上的话直接上来就被队友盲兵了一下啊，打得够浪，对吧？94级，嗯，稍微啊这个太浪。女萌大克击啊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先克击再说啊。那么二张又出来了，这样之后的话。哦，老诸葛回合开始，知天下大事。那么开局啊，感觉节奏还是带的比较快的啊，大家都踊跃跳将啊啊。那么二张在那边的话，这个节奏，二张加女萌很变态，对吧？这捡破烂组合，嗯，七号位顺手往下加撸一下，最后还是弃牌。二张的话再捡上，虚当如是，就要我这么捡破烂，嗯，勤俭致富啊。八号位的话再去杀了一下七号位，那么我们上家队友啊，这一下主视角终于憋不住了，终于憋不住了。那这样的话，祝融又跳挨个啊，场上的话小小把戏。那么主视角这边的话，直接啊一个桃园可以把自己给奶满了，但是这个奶满的话开倒是可以开刷一下啊，不过呢，这一开完之后的话，祝融啊，这两个 AOE 在手上，对吧？稍微有一点点的被动。莫仔提起司马，直接一个无懈啊，保住自己，然后顺手拿一下下家的白银，最后弃牌。你顾还是不顾？当然不顾了。老臣直也，这里直接送了一把五六剑。那么主视角终于开始，火力纵天王，嘿嘿，嗯，对吧？风火轮转呀转呀转啊。那么这里木仔提起继续啊。那么二张这里啊，各种贴贴贴哈，相当之了。但是他自己的话，这里太无私了，你好歹把个加一给自己，哪有这么去刷牌不给自己挂的，对吧？那么四号位最后的话是一个毒条啊，队友。嗯，他顺手顺了五号位啊，雕虫小鸡鸡啊。那么祝融的话不出意外，对吧？刚才这是两个 A O E 开始，哎，这看破早晚要还的，打到六号位，以至四方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主视角啊，继续火力屯田了啊，九杀一刀，这个肯定是要闪啊，肯定是要闪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但是啊，这个名单还有一个难埋，小诸葛。莫被识破啊！那么主视角受狗狗一波小劫命啊，但是最后的话，这里面能补刀杀。那么队友神桃在手，这样的话奶起一发啊，奶起一发。那边啊，除了香香过拆桥拆主视角这边以至四方。现在主视角其实目前呢，就怕小诸葛这一波火计了，对吧？他竟然先挂上锦衣，不知道怎么想的。燃烧吧，再烧啊！那么司马两桃啊，奶起来了，那边再杀，不好意思，那么我继续火力屯田啊！张飞，乃真正法器，最后的话是没有办法。那么郭嘉再来一桃，那这样的话，队友啊，这刚才已经砸出了三桃了，雕虫小技，锦鲤之手，这一下尴尬啊，尴尬！
那么大卫种桃树啊，种桃树。那么这样之后的话，整个大卫啊，主要是活下来之后呢，主视角这里一波大集袭，哎，那边啊，老朱一逃保起队友，不想让队友，不想让我们这边收啊。那么桃子来啦，哪里走？年度先拿的，嘿嘿，桃子。那么瞬间，对吧？大卫恶心种桃树啊，火力屯田王。当然囤着囤着，哎，就囤出了满啊，这个就叫啊满手大桃园啊，这四桃在手，总共排队八个桃子。应该来说刚才队友已经出过三桃了，已经出过三桃，对吧？两离生四象啊。当然主视角手里还有三个屯田，尽量啊都拿掉，对吧？你这里应该是啊拿那个拿他手牌啊，拿他手牌。现在的话最后香香再空一下哈，谁就胜了，对吧？那我们这里双减一香香，哎呦，但是是周泰啊，周泰何惧节操。那么一手桃子在手里啊，最后是这个有点溢出了啊，有点溢出了。这一局整体就是看啊大卫桃多，对吧？不是这么多桃的话，这一把位相很难打下来。那么桃多保住了这边的火力屯田，后面的话就是各种，然后到了我们主视角的回合有各种秀桃子。这一个桃子在你手里之后的话，那其他人基本就是百发百中，该死就得死啊。哈，这一局啊应该来说啊，桃子续命。下一局啊，我们这边还是火力屯田王。那么主视角的话，这应该是农民加甄姬的一个组合，对吧？那么一般甄姬方副将就考虑了集袭啊，集袭，这样就是把离间的一个因素啊给屏蔽掉。大嘴开局顺手上加八号位，然后就开始开 A 了。这一局大嘴，对吧？本出核心了。下次注意点。那么司马的话直接翻一下我们上家，保证一个小联动，而且的话是他自己。那么大嘴这样的话应该来说很尴尬啊，司马有反馈哦，但是有雄毅啊，两个桃子直接开出，这是逼着司马去那个，司马尽量啊手里还是，对吧？赶紧去反馈哦，没有闪的教主啊，积极啊，积极。那么小乔这个时候恶心了，他这个时候弹大嘴啊，就是要坑位将啊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那么最后的话这边啊，大嘴也不敢浪开了，因为教主需要求逃了。最后郭嘉注意，这里他自杀的话有可能去送桃送闪送酒，对吧？这个要注意一下，不一定说手里没货了啊。那么那边一闪教主，哎，小乔救起啊，小乔这里直接救起。那么主视角这里有一桃接手，接手小乔继续弹啊，继续弹顺手的话呢，目前而言主视角还可以闪，但是他不敢再开了，再开的话就啊很蛋疼，很蛋疼。那么这一局大嘴打工啊，我们主视角直接进入了自己手里，不过呢只有三个屯田啊，三个屯田。那么铁命之子啊，为我所控，铁锁南门，这一笔加一啊，锁锁。那么这个时候来锁锁连环，哪里走，对吧？要的就是一波空城神技啊，空城神技。那么一波铁锁五连环，最后呢也不跟他们废话了，这两个屯田啊没有集齐出去，直接一刀小九雷骚失血带出，至少那边啊一人求俩桃，这够他们收了。结果庞统涅槃了，有点小尴尬。那么大嘴还让放不哈，最后你自己开局要开，这不能怪别人啊，不能怪别人，对吧？那么最后的话主视角再来撸下家，撸下家不再年轻。好，最后的话就是这一波铁锁五连骚啊，五连骚，对吧？这个锄禾日当午，汗滴菊花土啊。来吧，果太小那边啊，队友还替我们啊再种一种田啊，种一种田啊。地主家可有余粮啊？谁占到先机，谁就胜了，对吧？我们主视角这里就哎，对吧？劫富济贫，劫富济贫啊！需谨慎再三。好，最后的话庞统那边呢，由于有一个
空城啊，空城，所以的话暂时呢没有那么好啊迅速终结，但是的话持久战肯定是没有多大的希望，主视角战已经囤了两逃了，对吧？两张加一挂起来你怎么去打啊？有一九啊，有一九，好吧。曹丕其实这个时候啊有一个怎么的打法，主视角手里有桃，你可以杀曹丕然后放逐控唐统啊，对吧？放逐完之后你一人一刀，这就容易了啊，这就容易了。主视角这里啊，刚才你有两桃在手，其实可以打这一个模式，哪怕放逐两排给他应该来说也不亏，两排的话你一人一刀这都白白了，对吧？这一局主视角最后啊可以调整一下小策略。好，下一局，下一局就是一个普通的主视角了啊，就是，哎呀，操家组合，哎，家操你好吗？啊啊，当然是我们说，哎，操你好吗？啊，不好啊，不好，这只能随人，任人宰操啊。那么主视角这边的话，直接弃牌，啊，小家兽啊，家骨兽的话，这边啊跟曹老板这个配合肯定啊还是不错的。那么下家的话，直接开出了万箭，炸出了啊盲僧，嘿，水背竟敢上我，菊花一爆，对吧？应叫我负天下人。好，这里的话主视角啊直接先一记给一波盾盾南蛮啊，这是让他硬去打攻一波呗。那么远交金光再给出来，桃子吃起啊，当然盾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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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可以先驱虎一下，但是主视角这个手牌呢，驱虎真的你要给哪张牌的话可能还真就万箭了啊，真就万箭了。其他牌闪无懈杀都要防御啊，三逃的话，对吧？哦，主视角这边直接西南蛮卖血，对吧？所以这里的话，不过这一步啊，这一步 K 点儿啊 ，K 点儿拼掉了，好吧？这样的话，三个 AOE 我们就是啊拿到两张啊，拿到两张。那么开局啊，场上的状况啊，战况异常惨烈。对吧？那么那边啊，孙奔抱着大一字，嘿嘿嘿嘿，哎，兜兜，啊、嗯，对吧？兜兜不在家，那就让我们啊大哥来爽一爽啊。好，那么乐不思蜀，过河拆桥，你的牌太多了，嗯。那么这样的话，这个开局啊，貌似一乐啊要控制我们，但是那边一张无懈啊掉了。那么整个是三张无懈，三张无懈的话，刚才啊没有注意另外一张无懈在哪儿啊。没有注意另外一张无懈，逆天难。哦，不是，是那个，对，是三张无懈啊，上不到我那边决斗，想收人头，结果尴尬一波，还小帷幕啊，全军突击没收到。那么最后的话，主视角啊，手里啊一波欧气，三逃在手，当然就看这波无懈过 ，nice。那么我们一过之后，万箭难瞒。双 K 一波，像这个时候小乔还有可能弹我们，对吧？所以桃子先不吃，你我挡着。那么你小乔弹，他这个时候，不过注意啊，小乔这个时候弹其实作用也不是不会特别大，因为你想，即使把我们弹死了，那么曹丕还是行伤牌到手啊，对吧？行伤牌到手之后，曹丕下一回合还是继续爆发，所以的话，小乔即使弹我们弹死了，也没有太大作用。那么一个万箭，最后的话再开南蛮啊，所以三 A 定天下。三 A 定天下，虽然手里没有大气，但是有两张火光还是可以继续带输出。这边先动七号位啊，先动七号位啊，动暗将，不得不服老啊。这个顺手没有用了啊。那么最后的话，桃子吃满啊。不过的话，如果打稳一点的话，可以啊，当然也没有必要了。反正那边已经成为一血哈，名牌了，名牌打。好，最后的话，这一局其实很轻松了，就是开局，对吧？开局这边贾玉啊开浪啊，浪的话主视角这边吸万箭，然后一记卖南蛮给队友，再一次利用南蛮打出来。那么后面的话就是直接拿到自己的一波行动力，续一张无懈在手。好，那么这是这一局，下一局。下一局的话，这边是斑点狗组合啊。啊，点狗，嗯。那么这一局我们可以看一下啊。那么主视角这边作为七号位啊，七号位。那么棋手太后竟然这么早就出来，这个真是啊，
你这个是胸罩在外都没法保你啊，对吧？这一波金刚啊，金刚罩铁布衫，保不住你啊，保不住你。那么太后这样开局浪骚的话，主将能藏个啥呀？教主于此以至四方，这实在啊不太好揣测啊。那边的话直接挑飞位，那么场上的话，主视角直接拿一杀九给了郭嘉啊。其实我们主视角这里的话，把九进开给郭嘉已经是应该来说表明身份了，对吧？如果是飞位的话，肯定是拿九杀给郭嘉了。三号位没有大动作，直接弃牌。那么四号位是一个三险不卖，锦衣顺走，然后再顺过拆桥，大兄弟过分呢、啊，过分呢、啊。最后弃牌。当然他这里这么打的话，那边继续跳飞位啊，继续跳飞位。就这样吧。那么注意啊，郭嘉其实这个时候直接给我们卖一张白银了，很明显我们刚才给了他九，对吧？六号位没有动，主视角这边应该来说，但是这里啊没有锦衣马啊，没有锦衣马与他一搏吧。最后的话南门卖一下，因为郭嘉是名九，所以这样的话直接啊这个桃子没有必要救。那么最后一记再卖，现在就是缺这个锦衣啊，缺这个锦衣。最后的话锁锁连环利用郭嘉没毛病啊，直接一刀九杀。那么这个九杀其实有点拼了啊，有点拼了，就赌郭嘉有桃。那么也是赌赢了，这里就是艺高人胆大了，没有办法的事情。那么最后呢，那边悲哥想坑我们，那坑呗，反正有烂牌。那么最后的话，这边有火攻有决斗，就寄希望于这火攻和决斗了。别紧张，有老夫呢，对吧？走你啊，走你不送。但是那边桃子继续救，主视角并没有继续卖。那么最后的话是硬出郭嘉，这里都是浪骚啊，浪骚。这个但是这一波浪骚的话，应该来说主视角直接无懈，希望来一个借刀杀人啊。不过刚才整个借刀有没有出啊？有没有出？屯田里面有没有？啊，没有。啊，忘了。啊，这边又是火力屯田王啊！对对对对，这里傻逼了啊！不是主视角啊，是主啊，司徒傻逼啊，司徒傻逼，忘了火力屯田王的这个集齐啊，谁就胜啊！一大牢刷一下，来。这最后的话就是一波粘土图了，所以主视角刚才留粘土的目的很简单了，对吧？就是给农民来拿走不送，拿走不送。那边最后郭嘉的话万箭打出来，挨个给我倒啊。那这样的话他是断郭嘉，然后郭嘉的话这个时候说老实话，一血如果没逃得回血的话，基本作用也不会特别大。现在关键是要粘土一波突突突啊！太冷了。顺手再来，好，最后的话，粘土那边还在桃子救，然而的话，郭嘉表示你救，哎呦，华雄斩了啊！那么最后的话，直接一波哈，所以这一局啊，应该来说看似我们粘土被卡，然而这边最后就是赌的一波，这打的都有点像开黑了，对吧？这个当然是不是究竟是不是开黑我就不得而知了啊，但是我们就是从侧面看的话，只能说主视角这边艺高人胆大啊，敢操作啊，敢操作。好，后面来看两局大嘴的局啊，最后还有两局啊，在最后的话大家随便看一看。那么先看这一局大嘴加董胖，那么董胖的套路很简单了，就是横针啊。来开局的话，这田丰毒菜出毒菜倒是没有太大问题啊，他这里是直接啊、就暂时没人动他。但是注意这么一个组合啊，容易形成的一个，如果只要有队友到时候随势而崩啊、你这个蔡文姬啊就起不到坑一个人的目的了，对吧？好，二号位弃牌，三号位的话冠石挂旗，那边继续看一下六号位的主将，最后火攻继续骚包一下啊，骚包一下。那么这个时候打的话，应该来说全属位，好废无，正好可以把无牌出掉。好，老 G 的话，哎，在所不辞啊，动无四害啊，开场秀一波操作，哎，这无懈互相刚了。
最后再杀四号位，对吧？这互相伤害啊，你动我一刀，我动你两发。好，尔等受死，你们这些兽都给我死。那么南蛮如亲主视角直接啊继续逼血啊，那这样一个逼血其实啊场上操作就so easy 啊，横针简简单单，嘿，他还乐不思蜀，那我们就笑纳这一个，对吧？笑纳了，岂能空手而归啊？那么后面的话就开始开撸了，手里还有一桃，可以保一下菜菜。哎，这里乐不思蜀乐的有点早啊，还去杀了一下，哎，还去杀了一下，啊，应该来说先开啊，先开，但是有一个二三位的不确定因素在那边啊。而且这里注意啊，如果二三位在这边是群雄的话，蔡文姬也要跪啊，也要跪。那样我们又弃光。那么这个地方的话，拿桃子暂时保了一下五号位啊，保了一下五号位。那么最后决斗，骚二爷吃个桃啊，最后是把自己的状态奶起来，然后再开，哈，生怕撸到队友啊，生怕撸到队友，翼龙巨龙。好，最后还有一个五号位啊，那么借刀杀人直接带了，没必要。不过主视角这个打起来啊，感觉就是排行上啊，还行吧，还行，没什么太大问题啊。就是这种被逼到一起，你只能横着去射了啊，你也没有其他选择，对吧？好，下一局再看。这一局的话，我们那边朱棣啊。吾乃河北上将，颜良文丑四爷啊，结果大嘴还是渣渣啊，渣渣员工啊，渣渣员工就给我撤。那么主视角呢，配了一个假大爷，对吧？你大爷还是你大爷，牛逼啊，牛逼啊！那么那边的话，看了一下五号位主将，是主将。那么主视角的话，直接南腕续报。那这样你想啊，即使没有大嘴，主视角只要等一波残局，乱舞加这两 A 都能打出啊高输出的高质量的输出。那么恐龙的话，一波礼让竟然还能送到我们嘴里一张决斗啊，这个真的是只能说啊心有灵犀啊，没别的可吹了。啊，真机若青云之蔽月。那么最后的话杀一刀扎拳弃牌啊，弃牌七号位看一看。郭柴桥，其实这个主将啊，看到真机副将你就有可能猜到主将是啥了，对吧？火力吞天王啊。那么那边的话跳飞位啊，飞位，这就是飞位。那么我们下家的话应该是位将啊，跳一个位将，但是他这个时候跳的话主角一张决斗压一下真机，最后是弃五谷还是啊，因为这个时候啊你按着去打的话没有问题，整个位将在这边，对吧？你继续可以续报，然后逼着位将其实不得不跳。而且的话你位将这样的话顶嘲讽，像司马对于大嘴的话肯定是一个防一点，对吧？防一点的话呢自然而然希望其他人去把这个点给压一压控一控。哎呦，恐龙这个心机婊啊，直接利用下家扎拳想要控一波真机，这个有点溜啊！粘土突突突，我恐龙这种打法的话，应该来说暂时还是比较安全啊。他如果主将来一个蔡文姬的话，那不过他蔡文姬这样的话应该不太可能，对吧？蔡文姬肯定是放副将，恐龙放主将给离间，不太可能是蔡文姬啊。我刚才想说，他如果有蔡文姬，也不怕孙权杀完那边再来撸他，对吧？好，那么真姬没死完之后的话反过来操一波啊，那这样你看啊，现在打到这种局面是我们主视角最希望看到的一个啊，爽翻了啊，爽翻了。哎，那边的话杀一刀，这样的话就避免我们到时候啊，哎，这样的话其实先乱舞呗，对吧？先乱舞关虎凳。那么那边啊大家都互相骚包一下，那么最后来吧，神仙难救啊，所以主视角这一波虚报完全没问题，那非常养眼的高质量瞬间爆炸。那边的话明示小乔你弹啊弹啊弹。那么这里桃子保了一下下家，防止队友啊，防止队友。那么那边的话继续，还真是队友，不过呢尴尬一波，老综艺啊，老综艺。那么最后的话大嘴再出来的话基本就是终结了，对吧？也不怕队友死了，那边小乔的话如果主将出一个僵尸就是最蛋疼的。那么最后还有一个董胖躺赢啊，还有一个董胖躺赢啊，
这局啊，最后是俩队友、三队友躺赢啊，就主视角这边啊，直接完美续报俩 A 啊。所以说，即使没有大学这一把的话，我们应该来说也是赢啊，也是赢，对吧？好，下一局，下一局的话，我们主视角这边是一个八号位教主加马老板，看一下吧。那么一号位这边是，好浪啊！但是教主在我们这边，他这有点浪啊，有点浪。副将，再来个蔡文姬还是什么？二号位弃牌了，乐不思蜀乐中了，老诸葛直接怼一下貂蝉。那么最后的话，九杀一刀，得个价得个价，哎呀，尴尬啊，尴尬，直接克九还是贵，有桃。貂蝉这里也就坑大嘴感觉，对吧？坑队友，其他这个是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要出来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大屌飞配月英啊，野人张飞在此啊，诸老诸葛要绿了哈、一个野人也敢如此猖狂，对吗？我大气不能让诸葛大气啊。好，那边的话李典直接啊出一下锁锁连环。那么现在场上啊，这个局面啊还可以，貂蝉你别托管啊，别死啊，貂蝉也没得啊，不要洗啊。那边的话看了，我们也主将继续撸貂蝉了。那么现在三鼠抱团啊，注意看，嘿嘿，李典啊，李典这个时候救貂蝉目的很简单，因为你这个时候鼠将嘛，就是有男性角色，那就直接一波调戏啊。当然主视角是直接出来开工资的节奏啊，洪荒之力的到来。当然主视角这个，既然你决定出马老板，应该啊排序有点问题，先开雄毅。你看丈八的话是不是开始可以利用一下，对吧？不过这一局啊，也就是啊，我们刚才一波雄毅送，哎呦，双头这个手残啊，应该是手残嘛，这桃子剑还救了李典，现在尴尬了，刚才救貂蝉，现在救老朱，两边不是人哈。那么貂蝉的话，刚才一波双雄没能带走啊，他刚才桃子啊呵呵了啊，桃子呵呵了，不过最终还是撸走，撸走之后就是一个收割机了啊，收割机了，你有多少钱我就敢收多少啊。那么主视角这边再来一波雷击配小配合一下，那么后面继续双雄决一死战。张飞那边基本杀是刚才自己咆哮清掉了，那么这里啊最后，但是双头这里先带马带，可以吧，可以，文丑视野，最后啊就是农民这边走你不送啊，走你不送。还有一个六号位，那么过拆桥空城一波，最后的话，那么这一局啊，这一局整体而言就是一个，就是主视角这边啊开工资给双头直接来一波。如果按照貂蝉整体打法的节奏的话，这一局他基本就是炮灰的，对吧？那么无可奈何，主视角这边啊直接助攻一大波，失礼了，失礼了，好，下一局，下一局的话，这一局应该是马老板带上吧，哎，最后是配了太后，纪宁没有带啊，纪宁没有带。一号位直接看台门，那么主视角的话无懈自喜啊。你的计谋那边，你的计谋被我看破了。好，开局的话南白四血武将啊，这应该来先标个飞无限，上家八卦挂起来，哼。火攻骚一骚啊，四号位青钢，哎呦，小诸葛表示大哥，赶紧卸了啊，赶紧卸了，见青钢卸甲。那么五号位的话直接挂上人王，小诸葛的话有没有大动作，哎，杀下一号位，主视角刚才也是去浪了一下一号位，当然是小诸葛这跟着浪一下，看吧，七号位
不过像一号位这种开局开业啊，还不如啊续报，对吧？等级还是有点低啊。决斗再骚下家，骚到了哦，嘿嘿，这里漂亮啊。那么我们作为群雄，看着魏蜀撕逼哈，魏蜀撕逼，而且把司马打到这种残局状态，这是我们非常希望看到的，对吧？兵粮寸断，主持教这边看一看怎么打。五谷丰登，来一把剑，顺手了。顺手拿青钢还是拿八卦啊？拿八卦的话主打防御，拿青钢还是拿八卦好一点啊？拿八卦好一点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把马老板亮出来了，但是最后九杀一个，这个打的我不太能理解啊，不太能理解这种操作。那么下家的话是还是针对了蜀国，这个时候出马老板还是有点早啊，虽然你是独苗对吧，但是还是略早。那边的话继续跳飞鼠，但是现在注意了，四五位都在跳飞鼠的情况下，你就要当心了，防止哎四五位这里面啊混有魏将啊，啊蜀将蜀将打着打着最后是魏将做大，那就不好了。嗯，国家黄哥局长要不要开工资？来贴罚单了啊！万箭齐发，打一波。那手里应该有桃吧，对吧？否则这司马一血，他这万箭开的。好，司马这里还要坑我们一下，你个失德子孙！这个国家杀一刀祝融，一大牢跟司马配合一发啊！没关系，兵这么远。哎呦，最后郭嘉这666啊，直接兵全场，然后空城一波过。哦，司马就是留了一杀，刚才都气得闪啊。不过呢，南蛮没出过啊，南蛮没出过。这样的话，司马啊，不知道手里是什么牌。但是不好意思，主视角开始正读了。九杀一刀，司马走啊走。那么他这里南蛮肯定也不敢开了啊，小诸葛一血啊，小诸葛一血。只用最后弃牌吧。那么主视角现在的话，正毒一出，我们的鸡回来了，锁锁连环啊，一波小铁锁四人直接九杀八血，对吧？关键时刻老板开工资，下家的话魏将吗？现在魏将，对吧？我们三剑再拍一下甘尼，但是小猪的能带，黄猪能带，这样的话是三张牌到手，然后甘宁的话是带不走了。最后火攻继续刚过甲，五血被打，但是这无懈再反打回去不一定能打得中，就气那收牌。这一波铁锁的话奠定一个小优势，但是后面我们就刚才本来就猜的四五位这边啊，就是可能藏魏将，那么五号位这里三血不卖不一定了。甘宁吃桃，主视角，主视角这个一波气乱收的牌啊比较尴尬啊，比较尴尬。那么那边的话其实杀我们一刀罗伊啊，罗伊很伤啊，很伤。那么后面正吧，不能让皇啊，地位不保，地位不保。小儿，竟敢出！好，这个时候的话，其实可以。本后必召无兄。接多少人？哎，这样的话，直接九杀一刀许褚，然后三剑拍一下二张 ，nice 啊 ，nice。我还不可以使哈、啊，这里香香被带走，这里打得不错啊，打得不错。你像如果刚才你拆香香直接打。对吧，这个也不太好了，那香香直接过起来。这一局啊，虽然刚才正毒啊，不是正毒啊，那一刀铁锁九杀看似给那个魏将啊奠定了一波小优势，但是最后还是归于我们囊中了。主要是叙述典韦的输出能力没有，就我们主视角留着，嘿，只要能活还就有万般可能啊。好，后面的话我们来看蜀将的局啊，蜀将的局。先来这一局，好，这一局的话，六号位啊，关张大 boss 了哈，大 boss 对吧？我们这个是利刃不轻于显于人啊，宝剑锋从哈，魔力出啊。好，那么甄姬的话上来，直接跳出锁锁连环来一刀火杀。那么一号位既然卖了两个三血不卖，周瑜的话过这桥，江东小爸爸哈，那边我是你爸爸哈、哦、哎呦这个反应啊，送一波大礼哈，大礼包、
来四号位万箭齐发打出来，主视角直接出一闪一个，现在开局的话节奏又是很快了，对吧？那么四号位这边开了一个万箭真迹啊，明的是桃子，暂时死不了。最后的话也没有大动作，勒布斯还是气掉了，上家难难都气啊，上家难难都气。那注意最后的话还有一个独跳啊，这个没看清是不是气牌还是那个，这个南蛮整体应该来说不开的话扔掉了，一个有无将的可能性，二个呢也有可能未将，毕竟真迹一血啊。那么最后的话自己被看了一号位，看看最后的话会不会啊顺势撸一下一号位，但是这个九被一号位拿走，打了一次远交进攻给了全雄啊，给了全雄。那么看来一号位这边肯定不是全啊，如果是全的话这个时候他不可能给貂蝉。拼点赢了，最后但是也不一定啊，这个全雄还是判的有点武断啊，判的有点武断。这个时候的话来到一号位武将哈哈队友，好吧好吧，请休息吧，杀一道貂蝉。那么这一局的话瞬间啊三无大抱团啊，那么主视角现在呢有距离哈，有距离。对面呢整体而言的话大乔空场没打出来，对吧？这个空场没打出来，甘霖又出现了。那么这个时候注意啊，甘霖我们待会儿再说他的问题啊，他奇袭拆了一下下家去打，然后呢我挡着啊，这个是全村最强配合，最强配合调戏那个直接带走貂蝉接招吧。你看啊这里过河拆桥啊，待会儿再说。其实刚才的话他带走貂蝉也就罢了，如果没有带走貂蝉的话肯定是拆我们这个刀啊，拆我们这个刀，他先去骚包人家的。好，那么主视角嘿嘿，这么多啊，注意这一波吴将的摆将充分暴露的问题。我们说过大吴尽量留床位而不是啊防离间，所以这一局充分完美的说明啊，你看小乔大乔香香啊，这完美的配合调戏剑，小娘子来一发。那我们啊野人张飞在此，你看都督先看着自己的老婆跪了，然后那边看着自己的啊小妹儿走好不送。那么南蛮后面的话我们再来啊，张飞在此，你琉璃啊，琉璃就琉璃，反正我要打你。你看大乔他这个时候啊没有什么太大用，主视角这个时候还是杀大乔比较好啊，而能受死啊，又是挑起剑小娘子哈、啊、都督孙辈很尴尬呀，对吧？这先是自己小老婆，这边是大老婆又要跪哈、啊，大老婆又要跪，绝不会倒下。再来，你看大乔他就是不琉璃，不琉璃那就没有办法了。啊、最后的话还不死，你琉璃这下没机会留了、啊，没机会留了，还不够，一波调戏剑啊，走你不送啊。那么最后的话，这调戏剑已经没有了，那就直接换青钢了啊，直接换青钢。这一波呢，其实孙笨啊险些没能带走，还好。还好，来这一波的话还是可以的，调戏剑啊充分发挥了，所以这一局也充分暴露了，就是平时很多很多顶啊，就是大家不以为然的，特别是有的时候碰到孙笨啊，孙笨放主将然后副将整个是三血的这种情况，有的时候弹幕经常看到，对吧？说哎呀这孙笨啊是不是傻哈、啊、放主将，其实有的时候留床位啊还是很重要的啊，还是很重要。这一局啊给大家应该来说会形成一个深刻的印象。好，下一局来主视角，嘿嘿，不过主视角这个选了个马超啊，如果大家老司机可能会选择一个配上贝贝，对吧？这南蛮一时啊直接各种爽哈，各种爽收回来再仁德啊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一局怎么打吧。主视角直接还是选了一个马超，既来之则安之，个人有个喜好啊。那么二号位的王冠是简易挂起，没有大动作。三号位呢，大家开局啊没有大动作，哎，这边过拆桥没有拆距离，而是拆了一个简易，也没有拆武器啊，没有拆武器。哦，这里都去动二号位了，刚才有独跳暴露吗？刘德良现在，难道我又忽略了什么重要信息吗？大王看我的，
远要进攻，哎，这边接到他人了，瞬间啊，这一个大 AOE 的话炸出了祝融两位，对吧？那么主任娘手里握有俩蓝啊，那么这俩蓝啊，只要场上的话残局形成，这势必又是一波翻江倒海，元气来了，挡也挡不住。嗨，二号位是一波位将，那刚才是摸牌阶段独挑啊，暴露了，这个我没注意到啊，没注意到。那么郭嘉的话锁锁小四年，最后的话决斗骚一下，但他真要打的话，不过也带不走啊，也带不走。就是赤桃过了，老头貂蝉调戏，调戏的话，那么现在啊，注意啊，农民那边有集席，主视角这个南蛮呢，会比较蛋疼的，会比较蛋疼。那么农民的话，其实一般有个日常的打法，就是顺南蛮，对吧？许成胜集席，老天都眷顾我们了。但是他这个南蛮啊不够多，不够多。南蛮开出来了，但我看我的。那他当然了，他这个时候看南蛮的话，集席都用光了，我们也就不虚了，也就是南蛮开出来替我们打工了，对吧？也有这魏国也要替蜀国打工了。那边一道小铁锁带下来，老头要跪。庞德、潘德尔、国宝、全雄国宝，不能质疑呀、啊！火力吞天王，最后的话弃牌。这酒是收的人头的酒吗？这，那我们这边啊，商家队友还有个奖费，那么残局已经形成了啊，残局已经形成了，直接酒杀全拳头击。那么主视角这里尽量呢，肯定是因为队友也都残了，特别是奖费，对吧？庞统还无所谓，那么所以的话先九杀啊，带一下下降，然后再火攻，尽量，对吧？尽量就是这样去硬打一下。那么农民没了，哎，这个可以有。那么既然啊有桃子之后的话，那我们南蛮两个南蛮都可以开了，奖费还有个神无懈啊，神无懈，好吧。都是水哦，不过庞德这边啊两头直接弃疗了啊，两头直接弃疗了。其实他这里如果他桃子如果硬保郭嘉的话，对吧，牺牲自己保郭嘉的话，有没有机会啊？虎虎风灯战事无忧啊，也没有用，没有用，郭嘉先慢血，然后的话他下一轮他又要求桃子先用完，他救不了郭嘉啊，救不了郭嘉。好，那边的话两个南蛮直接清一下，对吧？所以的话这一局很简单了啊，九杀火攻两蓝直接带走。那么月经的话这个时候去输出基本没有什么太大作用啊，奖费还有一个守神。庞统的话，首先庞统的小障碍在这边，对吧？你这个怎么打最后投降了啊，投降了。所以这一局啊，当然我们神铁骑啊也是欧洲铁骑啊，我们这是高卢雄鸡，高卢雄鸡的铁骑。好，那么正式的场的最后一局武将啊，今天唯一一局武将陆香香组合啊。那么这么一个大 boss， 主视角这边起手杀闪加一还行啊，没有特别差。那么一号位的话，效果出来了，立下首功。二号位气。不得撤退，小谷啊。三号位加一寒冰，最后的话不动。四号位离线了这边啊，好吧。那主视角加一五六剑挂旗啊，最后的话上来就开始夺了啊，上来就开始夺了。那么这里夺的话没有去刷消技，而是稍微啊刷了一张装备扣在手里。那么下家的话是打一波离线的哈、啊，谁离线欺负谁。你们这帮人啊就喜欢编啊。南蛮入侵打出来，主视角的话应该来说，哦哟，这里对于主视角的状态不是特别好了，因为啊不用多说了啊，乐不思蜀控住月英，曹老板这个南蛮啊说不定要还是要开，但是也保不齐他会选择续报，因为这个时候的话没有人头的收益啊，南蛮开出去很有可能打工，但是我们要再看啊。四号位啊，最后这边竟然是一波队友啊，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我们而言，不过也无所谓啊，无所谓，队友死了，那你这个时候的话基本就是对吧，那我们就是可以安安全全的啊独苗。二号位这个时候还去砍鼠的话应该来说偏位多一点，
下家苟货永不背弃。南蛮还是开出来了，那么关键就是哎呦还好有闪啊，所以的话基本防御很重要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因为大魏已经抱团了，那么主视角肯定是出来，哼，对吧，借刀杀人，那边的话肯定也是啊，直接送刀了啊，送刀顺手斩羊。那么最后的话再夺主视角，这里运气非常好啊，非常好，看我的厉害，顺手斩羊拿到桃子好评。最后那边竟然是一波吕布啊，这个打的也是够溜溜溜的。嗯，那么国寨桥最后的话奶一波魏延啊，这里没有急着去打输出，稳了一波手牌啊，稳了一波手牌。但是呢苟货这个万箭啊还是比较伤，对吗？你后面的话曹老板还是要带一个 AOE 啊，所以这一局啊整体现在还是比较危险。要想赢啊还是要哎，越近这个时候啊关键一张，注意这一张九是关键的一张牌。那么九的话给出来之后哈，他连弩突突突了魏延，所以这也是他为什么不突刚才没有远交进攻给魏延啊。那么当然庞统这样又不捏牌又坑人啊，坑盟军啊，所以这一局主视角会怎样去暴动呢？那边貂蝉挑起一个杀一刀，但是徐晃啊有 AOE， 然后有冰娘啊，手牵腿之间，来主视角到了这个时候一排一血，就靠这一张红牌啊，就靠这一张红牌，哼，再来刷。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有了黏弩，先刷一下来，最后的话但这里没有办法了，这里手里没有黑了啊，没有红了。但我觉得主视角呢可以，这里没有去杀狗啊，没有去杀狗，不过呢也是刚才一杀的话也带不走，最后的话还是硬骚曹老板没有问题。这一波黏弩爆发还是很养眼的，对吧？一排一血一酒啊，一红酒啊，一红酒啊，这微醺迷人的夜晚，来吧走你哈，走你。最后的话这样，这个最后的话是没有办法了，你只能换掉啊，硬顶啊，硬顶。所以的话刚才一红酒啊直接就地起爆。那么最后单挑的话主视角这里肯定是占有优势，效果的话基本废了，副将还藏一个盲僧啊，但是盲僧这个时候的话基本没什么用啊。这时候南蛮走你不送啊，所以主视角这里最后虽然庞统坑人，队友孙笨跟人，但是最终还是啊我们主视角该暴动告暴动啊，该爆发爆发没有问题啊。所以的话陆湘这种强力武将只要满手牌在手，你有一张啊啊唯有源头活水来，一牌可以救命啊，一牌可以救命。好，后面还有两局大嘴军，我们就稍微再看一看吧。这一局呢因为好一段时间没有出过大嘴邹氏了啊，所以大家这一讲的话就留下来看了啊，来尽量还是不用投啊，不用投，大部分还是要聚一聚的。开局大嘴浪射嘛，那么这一局我们就不多说了。这个我们扫尾吧，扫尾吧，走吧。这个就完全轻轻松松的，一波弓箭手啊，没有队友，该死就死啊，该死就死。你看，大卫哈，那个无懈打不出来，这个没有什么用，不克。啊来，收僵尸磕一个，这已经三克了，三克了，三克优啊，三克优。来，又是庞统四克啊，大四喜，哼，最后一个还不死哈、啊，他还执着哈、啊，还执着，哼，但是没有办法了。全都去死吧！这一局就这样啊，这个正常。好，还有一个最后一局啊，哎，这一局啊。对面呢有人有个坑啊，有个坑，这个我还是有印象的。那么主视角这边大嘴董胖啊，我们今天已经出过一局了，那么看看啊，哎，一号位回合开始有毒条啊，那么应该来说未数了啊，未数了，全无不太可能，九杀直接开盲区，不怕死就尽管放马过来啊，勒布斯鼠再贴出去，但是这种打法感觉还是魏将居多啊，那魏将居多呢可能就是真机了。那么六号位的话直接打无懈，打无懈飞位吧，飞位偏无一点，但是也有可能这个时候你比如说蜀群啊去让徐盛打工，毕竟一号位是魏将的。太过将布下一城，以
会曹贼。最后皇宫这段还真的没有必要啊。这里就杀，刚才这是个判定毒条嘛，夏侯渊啊、张合之类的，对吧？这个比较明显了。那张合吧，张合六号位人王锦衣挂起，七号位看看啊，朱雀杀一刀六号位那边，最后有个毒条啊，杀的时候有个毒条，这是啥？琉璃。不管了，那么知天意逆天难，最后的话这边竟然是老诸葛啊，好吧，那么看来黄忠还是杀了没有问题哈、啊，没有问题。六号位刚才本身就是偏无，可能还是琉璃吧。那么主视角这边直接开出南蛮昂，现在场上的话，这个局面啊，出了司马，那但是这一张牌丢的非常的关键啊，非常关键，对吧？远程进攻这种神牌都是利于我们大嘴啊，直接暴击的。那么小诸葛的话，这个时候来打我们，啊，小乔，大小乔，好吧。那么司马何愁不破敌、啊、又是火地屯田王了，这是一个大 boss 啊，但是他这个田啊屯的还不是够理想，对吧？是种子刚撒上，哎，这能不能发芽生根还两说。好，那么五分灯开出来，主持人拿一张白银的话，八号位啊，盖茨组合啊，不过这是太皇啊，太皇天意昭昭，南蛮入侵打出来，看看我们有没有机会啊，求觉醒一波哈，来吧小诸葛掉血。那边的话，不过他是先喝了酒啊，肯定先酒杀一骚二，替我挡着。哎呦，这个天香够浪啊，那你这是什么操作啊？这是什么操作？好吧，这边啊很坑爹了啊，很坑爹了。那么来要的就是你这一刀啊，所以这里啊蜀将打的都很菜鸡啊，打的都很菜鸡。来，待会儿啊有个地方注意啊，我们待会儿来大家来找坑，哼，太极生两仪，哼。来五号位陆神司马出闪，可是不破敌，来继续烧起来啊，继续烧起来。那八卦判那边五号位有个毒条，竟然不出啊，不出，我先走一步，下次注意点反馈，准备反击。那么这个时候的话，五号位一直不出啊，以至四方，那么再反馈。那么这里的话，主视角这边还有最后一步啊，最后一步，你可识得此阵？那么我们可以看，来看点出来了，对吧？夏侯惇伦这里呀、啊，刚才啊，他这里呀、啊，你注意，先是夏侯惇，他这个刚烈失效，那边不改判，对吧？司马为了自己屯田改判，但是万万没想到，哎，小猪老猪一死，最后主视角这边神差一绝，直接带走你司马，然后呢，运气又非常好的再来一次乱击。所以的话，本来啊主视角这边都是啊将死之人，结果就是被他们夏侯惇不早点出来刚，然后司马的话他不出来那个，不改判，各种神奇啊，各种神奇。最后一局啊，那我们主要是看坑顶啊，坑顶。好吧，那么今天的话这国战娱乐啊就基本到这里了，最后的话就是谢谢大家吧，祝大家啊国庆节快乐。